Go！ 巨人，我嘅好朋友哈利波特喺你嘅梦幻王国里面，俾你监禁咗喺个南瓜监狱里面。巨人，求你放过佢啦！我有乜理由放过佢啊？哼！我可以话俾你听，有两个好处，三个坏处。边两个好处，三个坏处啊？好处咧就系、是、人人都会尊敬你，同埋做多啲好事，自然都开心啲啦。咁坏处咧？人人都咁中意哈利波特，你又偏偏咁捉咗佢，吓咁全世界都憎死你。仲有啊，仲有啊，你啊，你哈利波特啲嘢食啊同水啊，嘥晒你啲钱啦，系咪啊，大佬？嘥钱又嘥晒啲钱啊！你又讲得几啱喎。好啦，我就释放佢啦。不过你可唔可以令全球嘅人类中意我先？我咁大份，冇人中意我喎。No problem， 冇问题，包喺我身上。好啦，我就释放你嘅好朋友哈利波特啦，记住你嘅承诺啊，知冇 ？OK。总结，总结，所以总结啦。所以最后哈利波特亦都被释放咗啦，亦都被释放啦。